哎呀妈，都说了多少次别这样缝被子了，现在都用被子固定器了。取下一颗橡胶钉穿在自带的打孔针上，再盖上硅胶扣，穿过被子像打针一样按一下，被子就固定好了，再也不怕乱跑了。就连平时整理不好的床单沙发垫也可以用。